修习止观坐禅法要，诸位同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23面，丙六，正修行第六。好，这是小止观第六大科，正修行的方法。好，那就是经过前面25方面之后，谈到正修行的方法。那分为两段，第一段的话是坐中修。好，那坐中修的方分为五段，无一的对破初心，初乱修止观。好，然后当作第一段总标止观类别。好，修止观者有二种，一者于坐中修，二者立缘对境修。欲于坐中修止观者，于四位一众一乃皆得，然学道者作为甚，故先曰坐以明止观。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坐中修和动中修，也就是立缘对境修的差别。那虽然说行住坐卧都应该跟止观相应，但是对于我们一个初学的人来说，坐是最好的位移，因为这个时候坐下来了嘛，心最安定，最不受干扰，那这个时候修是最好的状态。所以先谈到这个坐中修的这个方法。然后在坐中修当中，又根据这个心的这个粗细、浅深、这个入定的浅深的不同，分为五个阶段。好，看下面这个文，略出五一不同。一，对治初心初乱修止观。所谓行者初坐禅时，心初乱故，应当修止以除破之。若止若不破，即应修观，故应对破初心初乱修止观。刚开始的时候心很粗重，粗重很散乱，那这个时候呢，或者应当修止以除破之。比如说你可以这个时候可以数息，或者持咒，或者是观呼吸，或者观的佛像等等，这个都是属于修止所收摄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止若不破即应修观。这讲到这个想到下手处，有的人他刚开始修止的时候，他那个不相应，他心定不下来，他可能他过一生呢，就是唤起思维的这种善根多，他这个时候反倒他先从观来下手，比如说他观察无常，或观察这个圣道的功德，观察三宝的功德等等的，他从这个思维观察当中，他反而容易得定。就是说，就像有的人他修行，他适合从解门契入；有的从适合从行门契入。虽然说解行都必须要有，但是呢，刚开始有所偏重，刚开始下手处会有所偏重，有的会从行门入啊，有的会从解门入，根性不同。那刚开始安心也是一样，有的人他从止来安心，但是有的人他确实要从观来安心。刚开始的时候，他都去思维这个法义，他心能够安。不过当然到最后要证得什么他的话，一定要从止，从先证了什么他，才办法证得毗婆舍那的观。所以当然要证得什么他的话，一定在止上要不断的深入，才能够证得什么他。但这个地方讲到是初心，初发心修禅的人，他内心初乱的状态，先能够安心要紧，安心的话获得是止，或者是观，这个根性不同。那这个只是说偏重了哈，那事实上止跟观同时都需要，只是说你这个偏重怎么样能够帮助你这个一个初心的人初乱心的状态能安定下来，那就怎么样用。好，接着看到其二，原名止观修法。好，那就说刚刚讲说或者用止或者用观来安心嘛，那接着来说明止或者观的修行方法，分两段。更一，修止的方法。今明修止观有二义，一者修止自有三种，一者系缘守静止，所谓细心鼻端及肩等处，命心不散，故心云细心不放逸，亦如缘着所。好，修止的话，当然这个法门无量无边呢，
那在这个地方智者大师将这些修止的善巧，好，这个大致上啊，好，就是说大致上初分来说，有这三大类，好，第一个戏缘守静止，第二个智心止，好，第三个体真止，好，大判，好，就是大判可以分为这三，初分成这三种。当然这个修止或者修观的所缘境很多很多，好，各位要是这个像我们过去学过那个菩提道四谛论嘛，有提到，好，这个净恨所缘境或所缘，好，等等的不同的所缘境很多。但是就一个初学的，就我们初学的常常下手常用的就是三种，戏缘守静止、智心止跟体真止。那这三种的差别是什么呢？戏缘守静止，它是这个止在心外的境界，心所缘的境界，色身相位处五尘的境界，好，眼见色、耳闻声等等的这个五根所缘五尘的境界，定在这个外在的境界，因为这个比较粗浅，好，容易掌握。那第二个智心止，它的重点是智，是指在这个能源的心上，好，正念能够圆律外境的这个心，它不圆外境，它反过来圆正念能源的心。第三个体真止，它是圆空性，安住在空性上，好，也就是说初下手可以有这三种的不同的选择。那各位可以到时候参考，下去的话可以参考我们放下去的那个补充讲表，三指运用善巧，就是说这三种指的运用，它有它浅深的不同。但是呢，虽说道理上有浅深，但是呢在修行上也可以随着个人的欢喜，好，然后配合的修，有主有伴。比如说有的人他喜欢从体真止为主下手，然后配合戏缘守静止，或者戏缘守静止配合体真止，或者配合智心止什么的都可以。好，那个补充讲表各位可以下去看。我们现在介绍第一个戏缘守静止，就是心圆在，好，这个心圆在外在的这个五尘的境界。好，本来心是这个五尘啊，到处攀缘，啊，眼见色、耳闻声等等，到处乱攀。既然呢，心往外攀的习惯一时改变不了，那这个时候干脆就让它直接去攀这个外在的境界好了。好，因为你说一下子让按住在空性，好，或者按住在心，做不到，那就找个境界让他去攀，那这个就是戏缘守静止。好，包括鼻端、脊间等处。好，那另外就是说是有这个五轮禅，好，从头顶，上面头顶到发际，好，到鼻端，到脊间，啊，这个肚脐这里到地轮，这五点都可以当戏缘守静止，好，他所缘的这个境界。那各位可以参考那个戏缘止或者那个补充讲表，好，就是说这五种方法它有的这个各有各的这个针对性，好，比如说这个心太散乱了，好，那这个时候你就把注意力往下沉，放丹田或者放在地面，好，那大多数的时候也都是正常，也都是放在丹田或者地面，好，这个地方多。但有时候这个心太沉了，精神力有点涣散了，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放在鼻端，或者发际，或者头顶，好，这些地方。好，那这个就是戏缘守静止，这个守住啊，这个外在的这个境界。好，所以这个经云细心不放逸啊，好，一如圆着。圆着这个锁，好，那这个就是拿个锁，让你心系在个外在境界。好，这是第一个戏缘守静止，就是一个初下手的一个很好的方便。像观察呼吸，就属于戏缘守静止的一种，好，观察息的出入。好，息的出入这是个色法。好，这个
知其出，知其入，知其长，知其短，这个知其片身，这个习是个色法，做个四缘所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观境。好，或者观察身体的感受，好，身体的感受从上到下，或者这个比如说观察这个腿的感受，某个点的感受，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静坐，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后来慢慢有点痛，后来越来越痛，然后到最后不痛，观察这一点的感受，那这个是身缘触成，这个也可以归类成虚缘守静止的一种，就是说缘是外在的境界，色声香味触五尘外在的境界。那其实像我们念佛也是属于虚缘守静止的一种，这个说缘的声音，佛化声音嘛，这个也是属于虚缘守静止的一种。好，看第二个，二者至心止，所谓随心所起，即便至之，不令时散。故经云：此无根者，性为其主。是故汝等当号至心。好，这二种皆是事相，不需分别。至心止就是说，这个根据这个是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他说啊，为什么安立至心止？就说心，好，它不是色法。好，那既然心不是色法，它是心法，那怎么可以让这个心安住在外在这个粗显的啊鼻端啊、体间啊，或者声音啊这些外在的色法的境界呢？好，那应当将心安住在它的本身心法的部分，好，这个才是比较深入、比较就近的，所以这个时候有自心止。所谓自心止什么呢？就是所谓心所起，即便自知。好，就是说这个起，就是说这个心已经失去这个平等性，或者太过于沉或太浮，即便自知。好，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去看你的心的活动。好，这个。就是说这个平常也可以试着，不只是在佛堂，在户外的时候动中也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平常就是看好你自己的念头，看你念头现在 在哪里。好，那看念头做什么呢？看着它，因为念头它是会活动的，而且会有这个沉掉种种的这个妄想。好，那你在打坐当中发现这个念头快要这个沉，好，快要这个昏沉，赶快把它拉回来。调取也是一样，好，散乱调取也是一样，好，快要散乱调取了，赶快拉回来。好，不要说等到已经很严重的沉掉再拉回来，那就很难了。好，最好我们修行呢才能保持警觉性。怎么保持警觉性呢？就是你平常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常常注意去看自己的念头。好，在动中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跟人家讲话，好，那做什么事情，扫地，好，穿衣吃饭等等的，都养成一个习惯，去看自己的念头。这个就是自心止。那这个好处呢，就是说，你看着自己念头的时候，如果念头有沉掉，一点点的沉掉升起的时候，你马上就能够把它转过来。所谓即便制止，不是说去压它，你不准起来啊，不是的，而是什么？你不要管它。好，就是说你像我们过去的习惯啊，妄想来了，哎，我们这个时候会随着妄想跑啊跑啊跑啊，好，想啊想啊想到美国啊，想到火星啊，好，到处想。但是呢，你有自心止的功夫的时候，你发现你哎起妄想了，苗头升起了。你不要理他，我看到他，然后放下他，就像什么呢？就像你今天走在马路上，来来去去的车子很多，啊，来来去人很多，啊，正常的情况之下，你不会看到哦，这个车子来哦，跟着车子跑啊，然后跟着人跑，不会的，你就坐在那个地方做个观察者，看到车子来来去去，看到人来来去去，好，静静的当观察者。那这个时候也是一样，你当个观察者，观察你的心，等于我
们讲这个能观跟所观，能观的是第六识的心王，所观的也是第六识的心王。你用你的第六识的心去观察你的自己本身第六识心，看起来感觉好像就是说好像有两个心，一个心在那个地方不断的活动，那旁边有个观察者，另外一个心在看着他，感觉好像两个心，当然事实上是不可能两个心，还是一个心，只是因为我们心活动非常的快，一弹指有六十个刹那，一刹那个九百个生灭，就是说这个一刹那之间有很多很多的新的生命当中在里头，所以呢事实上是后念看前念，后念看前念，就像这个电脑一样，电脑事实上就是一个的动作，但是非常非常快，让你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好像很多事情同时在做，事实上它还是一个一个在做。好，那这个我们在修自心止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后念看你前，后念看你的前念，啊，当然你也不必想那么复杂，你就是去看着你的念头，啊，尤其是第六识的这个心王，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修行人的一个基本功，啊，就像这个打拳啊、站桩啊，基本功是个基本功一样，了解自己的这个念头在哪里，啊，看到自己的心的活动，啊，认识自己的心。这是个基础，然后你要认识自己的心的时候，你在学教理啊，比如说学《白法明门论》啊，或者学这个《般若心经》啊，或者学任何这个大小乘的经论，它都是在谈我们心的活动，啊，清净心或者染污心，好，啊，谈这个现象，谈它的本体，好，啊，那因为你有看这个心的习惯，你知道你心。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这个时候再去看经典里面对心的描述，哦，然悟心的体用，清净心的体用，这个时候就知道经典在讲什么。好，哦，比如说经典说贪嗔痴慢疑啊，烦恼心所，或善根啊，信精进或惭愧等等的。你常常看你的心的活动，你发现，那你过去有这样的经验，你在看经典里面讲到啊，哦，这个善。什么是烦恼，这个时候你就这个认识啊体会就能够很深刻，所以要练习看这个心，练习看心就是说第一个心不会往外跑，好，就像那个天气快下雨了，我们晒在户外的衣服啊赶快去收衣服，我们不会说天气已经很潮湿的阴阴的快下雨了，然后在那边看，哎，会下不会下，啊，等到这个下了之后再去收，不会的。我们觉得说，哎，看那样子，根据经验应该是快下雨了，就赶快收衣服。心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粗重的，好，刚开始心粗重的时候，所以呢，你可能打妄想，可能打一两分钟、三五分钟，你才警觉了，赶快拉回来。好，要是以前没有自心止的时候。可能念佛半个小时，打妄想半个小时，不增不减，两个起头并进。但是你有自心止的功夫之后，可能刚开始一两分钟或两三分钟，马上就拉回来。然后慢慢的可能几秒钟就拉回来，然后慢慢可能一个念头起来，你就拉回来。那要起烦恼的时候也是一样，刚开始没有自心止的时候，深陷到贪嗔烦恼当中而不自觉。好，因为不认识自己的心嘛，更不认识什么是善心、恶心都不知道，所以深陷其中都不知道。好，对自己不了解，然后慢慢的，你能够观心，好，这个就观心哈，观心之后你就知道，哦，我现在是在烦恼，我现在是在善念当中。乃至更进一步的心更维系更激进，你这个时候你会观察，哦，我快要起烦恼，我将要起善念，好，或者我烦恼已经离开了，好，已经善念已经离开了，好，你就能够很精致的好去了解你的心的状态。好，这样的话第一个好处就是说不随妄转，好，离开尘掉。
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这个不容易哦。很多很多的人一辈子不认识自己，包括佛教徒一辈子啊不认识自己。好，有时候这个有的人学佛学了很久之后，就把这佛教的名相啊拿来往外对照，对照每一个人，照得很清楚，唯一的照不清楚就是自己，自己什么情况我不知道。好，常常有的人常常会看到有的人，他说、欸、他看别人那习气啊神准啊，一针见血啊，问说突然问他说你有什么习气，就是大概就贪嗔痴这类的也不是很清楚。这很多人很多都这样子，看到自己的时候就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这个事实上就是心往外散，没有做这种自心止观心的功夫。所以我这个自心止我讲那么多，就是说它是我们个修行人的基本功，要慢慢培养这个习惯。不然你这个在我们学天台谈天说妙，这个五十八教啊，什么即空即假即中，说一大堆都跟你没关，都是梦中呓语啊，梦中讲梦话，跟你没关。因为你连最基本的回光返照，连最基本的认识自己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从佛法对这个新的不思议境当中去看到自己的新的不思议境，那更是谈不上。好，所以这个自心止它也是个后面体真止的一个基础。因为你心如不安定，你怎么安住在空性呢？连这个最初显的你这个心，能够觉知的这个心，能够活动的心，你都看不清楚了，模模糊糊了，或者掌握不住。什么掌握不住？看一看，看个几秒钟就跑掉了。经过好久好久，哎，我怎么跑掉了？赶快再回来拉回来。然后看个几秒钟，几分钟又跑掉了，哎，又拉回来。刚开始的初学都是这样子，跑掉时间多，回来时间少，然后渐渐的，一半一半，然后渐渐的，回来的时间多，跑掉时间少，这样你修行就有进步。好，这个是个真正修行进步的一个衡量标准，而不是像有的人说，这个我这个多么的这个感应啊，那个感应啊，好，那个都是心外求法。所以底下这个引证啊，这个瑜伽经说的五根者，心为其主。前面这个细缘守定制嘛，就是这个摄住五根，不要去攀岩五尘，就集中在一个尘当中。但事实上呢，就根本来说，你不应该是去这个制止，制止的这个心呢、啊，在这个外面。某一层当中，你应该从根本上心为基础，根本上从心来去制止。好，说是故汝等当好自心，要去看好它啊，不随着它。好，就像有这个在就像有人譬喻啊，就像你去看个钟摆，好，钟摆摆动，你就知道，你就看到钟摆的摆动，你就知道它的摆动，但是你不会去干涉它，但是你就是个了知，或者我们刚才讲，你看到路人来来去去，一个了知，但是不干涉，好，保持一个这种知的状态。此二种皆是事相，细缘守定止、自心止都是事相，不需分别。不需分别不是不重要，这个各位不要错解，不需分别的意思是说，这是这两个基本功。细缘守定止安住在呼吸上、感受上，或者佛号上，或者自心止安住在这个看好这念心上面，这个都是你应当要具备的基本功。没有什么很深的道理，就是去长时间不断的练习，渐渐的把心拉回来。所以不需分别。那么需要比较多的分别，就是底下的第三个体真止。这个就比较困难一点。看这个文，三者体真止，所谓随心所念，一切诸法悉知从因缘生，无有自性，则心不取；若心不取，则妄念心起，故名为止。好，
体证指就是说这个体，它这个是个体达通达，这个体观观的体，这个体达是个通达的意思，不只是个体会。也就是说所谓体证指，我们先讲这个体证指的操作原理，再来消这个文好了。体证指是你心安住在空心当中，安住在空心当中，但是呢你心中没有任何的名言的分别，它叫做指。因为指的所谓指的基本定义都一样，它没有名言的分别的。那没有名言分别怎么能够安住在空心呢？那当然是安住在空心的觉受当中。也就是说前面你要修空观，比如说观察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缘生等等的，观察空性道理之后，然后以这空性道理去照，比如说去照你这念心，观察你这念心，毕竟表不可得。原本认为这个过去认为这个心当中有个我可得，那现在经过空观的思维去照，思维观察之后，然后去照，我这当中我在哪里？现在我在听课，听课的我在哪里？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这个三心不可得，四心不可得，是这个听课的我在哪里？没有个我可得，有点像这个禅宗这个移情这个意思一样。谁在念佛？是谁？安住在这种移情这种空的觉受当中，而不动念。比如说，安住在这种空的觉受当中，去看你的念头，念的生灭。或者安住在这个觉受当中去念阿弥陀佛的佛号，然后在念佛当中去感受谁在念佛，这个能念的我不可得，所念的佛号也不可得，那这是一种感受，这种体，这个体达，就这种观照，这种体，这种观照的力量，然后它不带任何的名言思维，所以称之为体证指。所以我们看这个文，所谓所心所念一切诸法，悉皆从因缘生，无有自性。好，这个是个知，好，这个重点在知什么呢？它是个照见的功夫，它不带任何的思维。那为什么不带任何的思维，能够知呢？这个就是安住在那种空的觉受当中。好，就像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的像有的人他很喜欢吃某个东西，某种食物，比如说他特别喜欢吃饼，特别喜欢吃饼干，他整天想饼干的哈，想啊，吃的时候去想啊，去感受这个饼干多么的美好，吃完之后再回忆饼干味道多么的美好，那么下次呢一看到饼干或者想到饼干的时候，就流口水了，这个就是种知，这个就是觉受。就是你对这个法不断串习之后，你有觉受。或者我们喜欢一个人，讨厌一个人，你不但想他的好，想他的缺点，不断的想的时候，你下次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那你不但想他的好，你下次看到他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产生一种欢喜心。同样，你讨厌一个人，你不断想他的不好，你下次看到他，你自然而然就产生一种排斥的心，那种心态排斥的心态。就会显现出来，甚至你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样。就像有人他说，这个师傅，我也没有对他说什么，为什么他看了我就不喜欢？因为你对他也不喜欢。然后你虽然你没有说什么，但是因为你的体就是不断的串习对他的这种厌恶的心，所以当你见到他的时候，那个你不用带名言的思维，厌恶的角色就升起来。升起，然后散发出那种磁场，然后你的眼神就是种厌恶的眼神，你自己是不知道的，然后对方就感受到你不喜欢我。好，那所以这个就是觉受，只是我们过去是活在妄想的觉受当中，深陷其中。好，在这个五欲六尘当中啊，深陷其中，不断的串习，喜欢。好，不好，喜欢不喜欢，
喜欢的不断的加持，不喜欢你不断的加持。事实上，加持到最后，都是这个我们心中所缘的，已经不是物，它已经不是物质的本身，已经不是境界的本身。我们缘的是个觉受感受。就这个人，就像我们刚刚讲，我们喜欢一个人，好，那你在接触他的时候，事实上你在缘的时候，已经是你喜欢他的觉受了，整个法界都是喜欢他的觉受，已经不是这个人了，已经失去他本质了。好，那我们讲这个例子，就是说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体真子我们是做得到的。虽然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你想想，我们对这个外在境界的喜欢跟不喜欢，也是熏习来的，熏习久了，慢慢就会觉受了。我举我自己例子啊，比如说有的东西，我在家的时候很挑食啊，我有的东西我一看的样子我都不喜欢，有时候就是不想吃。他出家之后被训练，比如说茄子吧，不切那什么，有些青椒啊，比如在家本来不喜欢吃，看着觉得没有想吃的感觉，就不吃了。但是出家之后，你不得不吃，菜打下去，你一定要吃下去。吃，发现，味道也不错，不像以前在家的时候觉得没有那么生涩，那么不喜欢的味道。那你说喜欢也好，原本的不喜欢也好，到后来喜欢也好，这个都是活在我们的感受当中，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境界，那我们对它的喜欢跟不喜欢，都是我们自己后面追加上去的，都不断串习的觉受，对人事物都是这样子。好，我刚才讲就是说这个觉受这件事情，它是可以串习而来的。当然，空的觉受它是比较抽象，它不是我们过去经验的。至少今生了，不是今生过去经验的。但是你就想我们对外在人事物的喜欢不喜欢都可以串习而来，不用等下辈子，今生的串习就可以成就了。这个空的觉受一样可以串习而来。那这个所谓串习就是这个前面的观修，先观修空观，好，今天观修明天观修，刚开始观修只是在这个理论上过一过，然后接着呢，不断观修，随着你不断的观修之后，渐渐你这观修完了之后，然后停下来，这个舍利心相停下来，去照你这个第六识的心王的时候，你这时候觉得说，过去觉得这个我心中就在这个分别心中有我是那么真实。你当不到不再修空观，再去好再照这个第六识当中，我会发现对啊，我不是那么真实的。好，过去认为是我在听课，现在的我在听课。当你不再修空观，在空观就去照是谁在听课，这个我在哪里，你那种我不可得觉受，好，慢慢就越来越强。这个就是体真子，好，这个安住在空性当中，好，但是不带明年的分别。好，那这个体真子当然它的层次就比智心智更高。好，根据这个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他说啊，心无形象，好，性不可得，云何可智？好，前面讲智心智，那智心智心没有任何形象啊。你怎么去制止它呢？所以这样子还不是很究竟。最究竟的方法啊，不只是事项上制止它不起念，而是去观察它当体无性，不随它转。好，所以怎么观察呢？悉是一切诸法悉知啊，从因缘生。但在体真子当中，这个知，它就是一个照见的功能，它不是修空观。我们再强调，它不是修空观，它是个照见功能。好，前面修空观，然后安住在空的觉受当中，然后在这觉受当中去照境界，这个就是知。顺带说，像我们学过教观当中，这个一性三观，我们学过这个二重能所，对吧？
第一从人所，第六识去观察这个道理，然后甚至这个中道智慧的觉受。那第二从人所呢，在这个第六识的妙观夹带这个道理的妙地，妙观妙地，去观察任何一个境界，第六识的心王观察烦恼，观察境界。好，那在这个透过这两重人所，事实上后来我体会，其实不只是一心三观了，所有的观法都是这样，包括你观察死无常，好，观察到体真实，到一心三观都一样。比如说观察无常吧，你观察死无常好了，观察死无常，好，你不断观察死无常之后，你慢慢对这个死无常会产生一个觉受，或产生觉受之后，然后你不断串习久了，有产生觉受，然后呢，你比如说某一次你思维死无常完了之后，然后把这思维停下来，思维停下来之后，哎，我安住在这个死无常的觉受当中，你这个觉受去照外在的境界。好，那你这个时候去看外在境界的感受，跟过去的感受是完全不同，过去的就是纯粹放逸。但是当你这个不断串起死无常的这个观修之后，好，纵然你没有观修，你只是意念一下死无常，然后去照这个境界的时候，真的就像印度所说的，把这个十字贴到额头上啊，你那个时候看外在世界，你就觉得没有滋味了。好，就像一个人得了癌症，就快死掉了，他看外在境界，他都没什么滋味了。好，他有那种觉受升起来。所以任何的观修，我后来发现其实都是一样的方式，二重人所，第一重人所观察这个道理，第二重人所心安住在这个道理，去照外在境界，从事项上的什么死无常啊、苦啊、皈依啊、菩提心、慈悲心、菩提心，乃至到理观的这个空观、假观、中观，都一样的模式，一样的模式。所以学问的这个观的基础很重要。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文，悉知从因缘生，一切法从因缘生的道理。好，这个当然我们过去这个学期上半段学过教观纲中啊，学很多很多的这个藏传别人四教，就是在讲这个因缘生的这个道理，只是藏传别人四教因缘生的因跟缘各个不同。好，各位有机会我回去再复习一下教观纲中释义，偶祖的教观纲中释义里面，他解释一切法从因缘生，藏教的因是什么，缘是什么，好，通别缘的因是什么，缘是什么，好，各个不同。好，那简单来说，藏通二教的因都是过去的业种，好，别教因就是淡中的理，缘教的因就是缘中真如的理，这是因。好，那因它必须要有缘的刺激才能够升起火，就像这个因，就像这个种子，树的种子，你种到土里去，好，那种到土里去之后要开花结果，必须要不断的灌溉，好，施肥，好，那灌溉啊，施肥啊，这个都是缘。好，那我们就是比如讲藏通二教的这个过去的业种吧，过去业种很多，有善的，有恶的，好，不同各式各样不同的业种，但是你好，善的业种可以感召到快乐的果报，恶的业种可以感召到痛苦的果报，但是到底哪个业种会起现行呢？就是缘的刺激，缘的刺激，就说你要是不断的起善念，过去善的业种就不断的起现行。好，比如说你常常以慈悲心、布施的心、或者精进的心来面对大众，那你过去所栽培的这个善种啊，好，就去现行，现行的话，这个时候就是你会产生，就会你会感受到，你会感受到大的福报，身体健康，好，心情的愉快，好，旁边眷属都很圆满，好，这些善因所结的，所显现的这个可乐果报，所以这个缘很重要。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要去控制这个缘，多起这个善，多起这个善的缘。
一切法都因缘生。三界内的法，从这个善恶，三界内的善恶的念头的这个缘而生。好，那三界外的法，由三界外的善恶念头的这个缘而生。好，所以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它无有自性，没有真实性可得。也就是说，它没有什么叫真实性，这当中没有个常依主宰的自性可得。自性就是说，所谓自性就是说，这个法它是常是依主宰，具足这样特性，就称之为有自性。好，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待会再说。